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服骑射。今天的话呢，可以跟大家来聊聊这一款 BS02 的破天翼。它的话呢，是用了 UT 的那一款 Dragon 下去做，有一点缩小，然后一些小小改变的一个山寨的玩具。那具体来说的话呢，我把玩了几天之后呢，我发现呢，这个 CP 值的话，当然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以它的各个部件的零件，还有倒角的处理啊、关节这些部分来讲，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啊，直截了当的说吧，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怪的一个地方啊。你这个肩甲这里打开啊，你可以看到这一带啊，它很明显这一带是有个缺口的。那么呢，应该是呢，我的朋友呢，他有 UT 的版本，好像这个 UT 的版本的这个凶手啊是可以往后退的啊，那这个 BS 版本好像不能够往后退。那么呢，这个就扯到变形的时候呢，手臂啊里面有一块部件呢，它里面有一块零件。UT 的话呢，是那块零件的两侧都是弧形，但是 BS 这一版呢，有一侧呢是方形，导致于说它只能朝某一个方向推动啊。导致于说呢，他的这个手臂啊没有办法往后退，不能做一个扩胸的动作。他明明有留那个破绽，那当时我是觉得有点怪啊。而且，UT 那一款呢，我也只玩过一次，而且是已经2年前还是更久之前的事情了啊。那没办法了啊，就只好呢求救一下朋友。好吧，那我们就看一下他的一个配件，这武器啊，武器。这个呢，我当时发这个照片的时候呢，这个武器呢是背在背上，啊，有人好像没看到，就说武器是不是没有附，我也不晓得啊，这么明显的一个就背在后面啊。那么背的时候呢，由于它都是右手去拿刀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武器的话呢朝后面这个方向。那它的话呢有一个发光的装置，发光的装置的话呢，头顶盖啊，从这个它是用一个磁铁的方式呢去做这个天灵盖，这么容易就打开了啊。里头的话呢是就电池塞了2颗，然后这个其实在这里看有点好笑啊，这样看一下，有点蠢啊。但是呢，一旦戴上这个头盔之后呢，就整个就凶恶指数就提升很多了。然而呢，发光的装置呢，它就有个缺点啊，就是说呢，你眼睛发亮的时候呢是很威武没错，但是呢，一旦呢把这个火给熄掉的时候呢，就好像已经是死亡一样，就是整个是一个黑黑黑的感觉。那它也有一个替换脸，替换脸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给打开，哎，部件掉下去了啊，那我们就直接的换上另外一个替换的一个面部。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不好放的话，也没关系啊，你的头的往上扯一下，它这个球冠的话呢，基本上还蛮容易去掰下来的。那掰下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脸部呢给装上去啊，如此一来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这个也是非常凶恶的一个面雕。然后你可以看到啊，眼珠子的话呢，它是有做出刻画的啊，并不是单纯一个灯泡而已。还有做出类似瞳孔一样的感觉，那牙齿的话也有做出来。那这个面罩的话，这两侧就单纯是靠手动去按下去。那我们知道露脸的时候呢，两侧的这个獠牙的部分是张开的，那各位知道一下也就行了啊。那么发光的装置呢，我们就暂时的再把它给关掉。另外一个发光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手炮的部分，手炮啊，再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它一样是有一个红色的，而且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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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眼的一个红色的一个发光装置。好，那它身上有一些软胶部件啊。软胶部件主要是在哪呢？是在这个第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它的话呢，手指的部分呢是用了一个软胶部件，这一点我是坦白说我是不能说是很软啦，就是偏软的素材。那尤其是这个拇指的这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是比较不容易去发生损坏或者是断掉的一个情况。那掌中心是有一个凹槽的，这个凹槽的话呢，武器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左右手去交换握。那你可以看到呢。这只手呢不方便握武器了，它的话呢有一个盾牌，非常大的盾牌，盾牌内侧呢是没有细节刻画的。那没有细节刻画的部分呢还有两处啊，一处是这个肩甲的一个内部啊比较少，另外这裙甲的内部啊都是防护装置的内部啊。那这个正面给各位看一下，有一个金色的点缀边，那金属光泽各位也看得出来，玩具很大啊。展示上比较不容易，但是我手上这个盾牌呢，它是有一个小毛病啊，就这个拔出来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去产生这个。哎，今天还蛮给面子的，通常有时候呢，这个凸啊，有时候会卡在里头，拔不出来。今天可能，
OK，铁杵磨成绣花针了吧？警告各位啊，还是凡事不要过头啊，终究有一天它会变细的。那两侧的肩甲是不对称的造型，这也导致于它在变形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错位上，两侧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然后它有一个腰转，这个腰转让我很感动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呢，这么做到这么大型的玩具呢，然后变形结构啊是属于第三方的话，可能会牺牲腰转，但这一款的话呢，完全没有去牺牲到这一块。那它的一个手炮的话呢，这里呢有一个金属的一个链子接到手臂的后方，背部的话呢收的可以说是非常干净了啊。这在官方玩具的话呢，是所有的累赘一定往背后来背啊。但是呢这一款，如果还做成那样，那就没人买单了。那么裙甲的话呢，是内部啊有一个很大的球冠，可动范围也是比较大的，后面有一个这个屁股的这个护甲。也是非常传神的啊！脚的话呢，前后有齿轮关节，侧踢的话呢也有，但侧踢的一个支持力度很明显是不太够啊。那么整个全身上下呢，给人最厚实感觉的就是它的这个小腿，非常有分量啊！而且呢，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时间呢都是在调整小腿内部的这些零件。那它的一个膝盖啊，这个地方呢，感觉是稍微有一点不太够坚硬啊，有一点偏软了啊。有时候呢，当你这样握是撑不住，平常往前踢的话呢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了。那还有一个软胶部件，就是这个裙甲，OK，这也是软的。这里的话还可以往侧边做一个打开的一个动作啊，尽管我不太清楚这个打开，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嘛，没关系啊。那身上的话呢，还有一些红色的一个漆面。整体来说啊，这个以一个这样子，这个大家也很习惯这种操作了啊。价格啊，CP 值上面来讲的话呢，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划算啊。但实际上的话呢，它所牺牲掉的部分的话呢，在我看来还是觉得比较奇怪，就是这个手臂啊，它不能往后退啊。这个如果有 UT 的朋友，不妨你可以给我留言一下，究竟你的是不是也是两侧都是圆弧形的造型。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这款破天翼的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这些武器啊什么都是先给拿掉的。面罩的话呢，就把它合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变形。它的飞机头藏在身体里头，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会在调整它腿部的部件，变成飞机的两个翅膀。那我们就呢先从比较简单的上半身呢一气呵成的把它给变完了，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呢，胸甲的话呢，朝两侧给打开，两侧打开的，它的卡扣呢，并不是在前面，而是在侧边啊。我们把它往两侧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手部啊，这个地方，整个的把它往后面推过来啊。这里解开之后啊，解开，把这整个头部啊，以后面啊，全部都给往后面翻过来，这样子整个就散了啊。散了之后的话，我们先整理一下前面的这个所谓的飞机头的部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就这个部分，你把它往前面推过来，然后呢，这里啊，这里两边是不对称的啊，这个地方给打开，像是打开，然后里头有个飞机的头部啊，一样的把它给往外翻出去，再来的话呢，把里头的这个尖角啊，通通都给翻出来，就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啊。再来，这里面有一块部件啊，记得把它给往上翻转过去，那这个时候先扣这一边，在这个地方再压过来，最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方形的 凸跟凹 的一个结合啊，把它给扣上去啊，看这样子，先这样，好。这个地方，这个卡扣一旦扣上去啊，这个地方这个面呢，就平了，机舱盖就可以盖过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处理一下这边有一个卡扣在这儿啊，在这儿，这个地方要结合内部有一个凸在这里。那具体的做法呢，是从这个花槽把它往上面推上去，然后呢这个地方过来，这里凸跟凹，从这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稍微用点力啊，把它给压紧一点，无所谓啊，它是承受得起的。然后呢，这个部件一样，从这个沟槽出来之后，一样往上推啊，里面一样是有一个滑轨的，这儿往上推上来。上半身的变形真的是还蛮简单的，而且它的部件的话呢，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推动啊。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两片的肩甲这个部分啊，留意一下，它是呢，肩甲的这个部分啊，是先扣这一块啊，先把这个带刺的这一块先进来。再把这一块呢包在它的外面啊，这个其实上面有很严格的一个放法，但是差不多，因为它的空间是很有限的，你大概也只能这么放，这里到这边把它给整个给包进来。好，这里呢用点力啊，这个握住这个东西啊，这个大概跟我的那个差不多啊，大概跟我的这个小臂的粗度差不多啊，所以握起来很熟悉啊。
再来呢，前面这一根啊部分啊已经差不多完成，我接下来的话再把裙甲这个部分呢也给翻出来好了，翻出来里头的部件呢通通往外翻到这，到这边先把它给翻出来，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先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反转，然后里面的零件通通翻出来，金色部件翻开之后还有一块小部件在这里头都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就往上包上去，往上包上去的话主要是两个结合卡钩，一个是这个凸要扣进侧边这里有个洞，以及呢金色的这边有个凹要各扣进旁边这里，那我们可以呢先扣中间这个地方，那你会发现这个部件呢稍啊这个头啊有点干涉到啊，头干涉到我们就先把这块部件后面这个裙甲这个部件往外推出去，把这个头啊先整个往后面放，哎，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地方的空间呢就腾出来了啊，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把这个裙甲的这个部件呢从这里把它给扣进去的一个组合过程，就这样把它给压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那另外一侧的压法的话呢左侧啊就是我们现在画面的左侧的压法的话呢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它下面多了一个尖刺，然后从这个地方就会刚好卡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两侧都卡进去，这里只要能扣进去呢另外一侧的话呢就一定是扣进去的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前面这个足足有很长一段的这个飞机的头部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那再来的话呢我的话呢习惯先把腿啊先给打开，我们把这个部件呢继续的往前面放下来，往前面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啊这个蹦开无所谓，因为它都已经到定位了，我们这个问题都不大。到这你看这个尖刺啊这个地方是比较麻烦的啊，那我们就这个两侧的裙甲再把它给包覆过来，应该是塞进去吧啊，往内塞，因为这个问题比较不大。到这里我们的一个飞机的头部的话算是整个完成，再来我们把这个部件往下翻下来，继续往下翻，那头部的话呢是要旋转180度之后呢它有往后面推啊，然后把它给放进来，往内推进去，哎，我已经推进去了啊。然后呢这里有两片，这两片部件记得把它给往内包进来，到这。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先把这个手机啊这个把它给放平一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要整理它的两条腿部的部分了啊。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方不方便镜头前面操作啊，原则上来讲的话呢脚的话呢是转到这个方向啊，这个地方爆开就先不要管它了啊，转到侧边这个方向，手的话先转到这里好了啊，好，这里是我提的啊，这里是一个方块形啊，我朋友跟我说 UT 的话呢两侧都是圆弧形，圆弧形它才能往这个方向推，如果它的方形在这个地方就往下就是下不来，它是卡住的啊。他说 UT 两侧都是圆弧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手上已经没有 UT 的那一款玩具，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好，那这个两只手臂啊暂时我们就啊干脆把它折到一个它的一个形状好了，它是大概啊你先大概把这个形状记住就行了啊，你翻折到这个方向之后这里有一个关节一样把它给转上去，然后呢手转到这里，这里有一个凸啊，这个凸记得是要朝上就可以了，然后拳头的话呢是转成这个方向，暂时就到这，暂时到这里就可以了，到这边记得这个枪管这个部分是要在上侧，然后呢侧边哎头掉下来啊没事，我们待会再做一个整理啊，这个头的话确实是比较偏松一点啊，可能跟他的智商有关系啊好，这个头部的话我们暂时的再把它给扣回去好啦，到这里手部的话呢大概是这个形象，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整个变形里头呢最复杂的腿部的变形，它的腿部呢大腿是一个部分，小腿的话呢要拆成三个部分，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拉开好了，它的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往这边侧边拉开，它是本来是有一个凸啊扣进这个凹把它给推开就行了，再来我们先整理这块部件啊，这里有块部件，这个呢玩具呢我之前 UT 的那一款呢我会非常的不喜欢，就是因为它变形的时候展示你要拿起来这样展示啊，有点痛苦，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打开，这个部件打开之后呢我们要做两个大回旋，第一先把这块部件做一个大回旋，这个部件整个做一个大回旋，转一圈，这个部件把它给转到前方来，好，转到前方来，再来是呢这里面呢这块部件呢本身的话呢也要转180度，
好，然后里头有个部件把它给翻出来。好了，这块部件就这么样了，就这么样了。然后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脚的话转回这个方向。待会呢，我们这个大腿的部分呢是要往这里下来，它是要往回凹进来的，它往回是凹进来的。好，各位你知道就行了，现在先知道就行了，现在先知道就行了。因为它腿部的几个部件的翻折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先打开啊，这个地方大回旋，里面的部件翻出来之后再大回旋。再来的话就是整个最零件最多的就是小腿的，小腿的这个部分，小腿的部分你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你稍微的拆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很轻易就能够把它给肢解掉，很轻易就可以把它肢解掉。这里，那肢解掉之后会分成三个部分，底部一个部分，这个有一块部分，还有上面这里，这里也是一个部分，上面应该说上面这块也是一个部分。好，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错开，你看到没有？小腿的中心骨在这里，然后小腿的外侧、小腿的内侧都已经分开了。我们要把中心骨这一块呢，先做一个整理。它的话呢，这个地方往上推，推到呢你足以把下面的零件都翻出来为止。先将飞机的翅膀这个部分呢，这个你只要能翻出来，你就一定知道怎么组合啊，这个非常的简单的，没有问题的。好，再来的话呢，我们这个翻出来啊，那你待会儿要做的呢，就是。待会要做的呢就是以这个形象啊，我们先把继续整理前面，再把前面整理一下好了。前面这里的话呢，我们要整理一块部分，这里这个部件往下推，然后这个部件是往上转，往上转之后呢，把这里原本脚底板的这两个卡扣啊，在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把它松开。其实呢有时候它根本扣不紧，因为它是有点软胶件，再来是这个地方软胶件很容易就喷溅了，很容易就喷出来，很容易就喷出来。那各位你知道一下就行了，问题说大不大啊，说大不大。好，到这儿，然后呢这块部件这里往下翻到这边，这个呢则是脚底的部分，就这么样就算 OK 了。那么呢现在呢你一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多东西啊，一团的混乱啊什么来着的啊，这一块部件先不要管它，这一块部件留到最后再处理这一块。那我们干脆先把这一侧给变完好了啊，你看到吗？这里这个到时候会盖到飞机的上面，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是把脚呢给往内缩进来，这里这个的话呢是躲过它，这里啊、哦、躲过它，好这样子靠过来，好如此一般这样挨过来，挨到这。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最关键的组合点，就是这里了。这里你看到内侧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内侧上面有个凸，下面有个凹，然后这里有个凸要卡进这个凹槽里头，这个呢是里头呢，我这觉得这整个飞机的侧翼来说，组合来讲最关键就是这个地方把它给压紧，压紧之后这个地方往前推，理论上呢会很接近，这里有个结合卡扣会非常非常的接近。哎，玩具太大了，就这么回事，就这里啊，好也扣进去了，就这里扣上去，这里扣上去，两侧都扣好之后呢，这个飞机的侧翼来讲呢已经是几乎就差不多要完成了，差不多啊。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干脆把这里先再扣回去好了，这里扣上，然后这里再扣上，好这边的侧翼已经差不多快完成。这块部件的话呢，这里有个凸啊，你往下扣啊基本上会扣到这里，待会就扣好就行了。我们先把手啊给塞到这个下方去，它的下方的这里啊有一块，有一个洞在这啊，然后呢这里有个凸啊，要把它给塞进去，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胳膊呢给塞到，把胳膊呢给塞到这个下方去，然后把它给扣上。那这里的话呢有时候呢是看不太到啊，就只好就凭感觉啊，关了灯之后去就拿个凸去碰一个洞的感觉啊，这个人生嘛，就是总有会有家里停电的时候啊，然后你可能需要这，好 OK啊，摸黑找洞是说停电的时候呢你要拿个插头去找插座的意思啊。这个部件我拳头的话我记得是拳头好像是往这吧，就只能握在这里的样子，然后这块部件往下放，这个部件呢原本脚后这个部件可以推过来了，这里那这个翅膀的话稍微调整一下推过来到这边，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凸，这里有个凹，这里盖住它过来，把它给扣上去，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啊。各位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变形来讲呢其实并不难啊，就是东西大了点啊，大了点啊，我这个
然后在镜头前控制它，然后还希望能够拍得清楚的话呢，对我来说是稍微辛苦一点。哎，这个卡扣我居然扣了半天扣不到啊，怎么回事？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我居然扣不到啊。好，然后这个飞机这个地方翻出来啊，到这的话呢已经变得差不多啊，如果有蹦开的话呢我们就暂时先不管它，这块部件往下压，到时候呢再做个简单的调整啊。好，那么呢另外一侧的变形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我就再变一次给各位看好了啊。首先的话呢腿的话呢是转到大概是这个方向，那我们呢先把这个地方给拉开来，这个地方解开，那你可以稍微转下来一点点，这里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好，翻出来，然后呢往下转一点点，方便我们做一个转动，然后整个部件大回旋，这个地方做一个大回旋出去。好，然后内部这个地方呢一样做一个大回旋。好，然后再把这个部件呢给翻出来到这，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整理这个脚，这个地方把它整个给解开来，解成三段啊，这里整个翻下去，然后这个翻下来，中间这一个部件翻出来，整个把中间这块翻出来啊，各位可以发现应该我是掰的时候呢应该还是有一点比较稍微暴力一点啊，那无所谓啊，这个因为这个玩具我觉得是经得起把玩的啊，那我也就实际上的话呢就尽可能一镜到底的把它变给各位看了，你可以发现它的变形来讲是真的不是说很难的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把这个部件啊，这个部件啊，不对，这里还没组合啊，这里转上来，然后呢这里转上去，那这个地方脚丫的这个地方往下搓，这个翻出来之后，这里解开卡扣之后，把它给你看到吗，这个转一下有时候它会掉下来啊，问题不大。如果各位觉得这边的变形你不需要看，你就直接快转吧啊！我是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呢开什么车啊什么的啊，吸引大家多观看的哈。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应该是转到这啊，那我们就接下来把这块部件往内塞进去，然后这块部件把它往外面移动啊，其实它不用移动啊，是说就是两个人就稍微有点错位错开来，到这挨进来。那这里的话呢就开始了，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这边刚刚有提过了啊，这里是整个组合里头呢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卡扣呢把它给扣上去。那么刚才录到后面组合另外一侧的时候呢，手机呢显示过热啊，就强制的把影片给停下来了啊，无所谓啊，因为基本上变形已经都差不多了啊，那就剩下最后的这个部件啊，这里的话呢我们是要把这个武器的话呢把长边的这一侧呢给转出来，刚好呢可以弥补这一带造型上面的一个空洞啊，就把它给这样往内部一放，这样一卡就行了。那这两块部件的话呢，有时候呢我觉得呢扣的话呢不是说非常的紧实啊，有时候会翘起来，那我个人不是很在乎这个了啊，然后这一块凸的话呢可以扣到侧边这个凹洞里面去啊，那这个的话呢你可以扣在这里，你也可以扣在稍微下方，还有另外一个插槽，这是完全是端看你个人那个习惯了啊，那这样子就很完美的一个链子就扣在后面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款破天翼，从机器人到一个超长的外星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么一体性的话呢，如果全部卡到位的话呢基本上是不会有松动的状况的，但是 V 玩具还是比较大，虽然呢它好像比UT 的版本呢要缩小，据说只缩小了一点点了啊、哦、但还是有缩小，那细节有没有增加的话呢说明书呢网上的一些评价是说有了啊，但是因为我手边呢并没有 UT 的那一款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个讲解了，给各位看一下后方的一个推进的这个部分的话是有上金色的漆面啊，链子就摆在这里，头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如果你这两侧
它这两侧有两块黑色的布，不对，两块铁件，不对，两块肩甲的部分呢，会把它的头给夹住，原则上不太会掉啊。但是把玩的时候，有时候你就稍微留意一下，不要去碰到这个开关了，有时候你在里头发光，你自己是不知道的。那从后面来看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霸气的一个造型。那相较于官方的版本的话呢，载具形态的话呢，其实并没有那么样的好看哦。我是觉得官方的 L 级是最好看的，因为它的一个机翼的一个延展的话是最长的。那这一款呢，这个机型的话呢是非常接近于 Voyage Class 的一个比例。上方的机舱盖是有比 UT 好像多了一个涂装，以及它的一些设定上的一些基本上要有的东西，像这个向前喷的推进器啊，我也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个推进器，也是在相对应的位置上表现都很好，上方也有赛星的文字啊什么的。这个载具的话呢，反而是没有什么特别好需要去说明的啊，就是这个变形的时候呢，主要的组合的这个部件都集中在腿部啊，变成飞机的两侧。那么呢，这一款的话呢，以做工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各个部件呢也蛮耐得住做一个多次的变形把玩都是 OK 的。那其他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拿在手上啊，如果你不做变形讲解，其实15分钟的话掰完它应该是15-20分钟之内变形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也不是说非常难的一个变形方式啊，记忆点还是比较强的。那其他的这个刀跟盾的话呢，在载具状态下就没有得其他的一个收纳方式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BS-02 的破天翼，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